我对佢真系又爱又恨啊！点讲呢？唔中意佢嘅原因都有好多噶，例如话黏贴式嘅设计，点睇都反光嘅质地，仲有逢拎必跌嘅相啊！太小事，梗系唔止啦！呢九本相簿啊，相等于无限件我唔中意嘅事啊，例如呢张经典。你话啦，趁人喐唔到先影喎，你估景点咩？激死人啦，唔见到 pat pat 噶嘛，咪影啦。唉，唔止咁啊。虽然我对 B B 时期嘅自己相当有自信，但系由2R 嘅银包裸照、3R 嘅相架肉照，到4R 嘅床照，仲有晒相必送嘅8R 过胶相。哎呀，真系丑死鬼啦！有时妈咪会将新嘅证件相放入相簿做记录，但系总会令我不经意咁见到小六嘅时候，因为发型而俾人笑嗰个自己啊！哇，叫大佬啊！学生经典就梗系唔少得。小三嗰时晒到面上面有地图形状，翻过自己啦。相簿里面仲有好多妈咪做女嗰时嘅潮流造型，不过冇我份。哇，讲起嚟我好多衫未烫，烫衫先。我唔中意相簿入面冇爸爸嘅相啊。根据我嘅统计，家姐啦、我啦、妈咪嘅相有咁多，但系爸爸就得咁少。鬼咩？佢要做 cam man 啊嘛。影边有咁多相、啊？我唔中意一个人睇呢本相簿嘅时候，因为今时仲系唔同往日嘅。特别系我会开始喺度谂，从前一齐嘻嘻哈哈去影呢一幅相嘅人，今日又会喺边度生活紧呢？而事实上，大家都已经各散东西啦。即使再见，亦都未必认得对方。人越大，呢种相遇只会越嚟越多。长命的话，十几廿岁都只是人生的四分一，但是实在不喜欢发现童年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不再跟自己同路的事实。他们笑眯眯地望着你的同事，而你就只会随着你每年的生日而跟他们越来越远。看着一幅幅很开心的生日照，我实在不喜欢在感受到自己成长的同时，见证着身边的人原来已经老了很多了。往日在背后照顾我的妈妈，今日我已经长到跟她一样高，跟她肩并肩地走在路上了。看着里面一幅幅擦肩而过的风景，过去曾经遇到过所有陌生而熟悉的脸孔、打扮、场景、活动，又或者是一些感觉，被动的我似乎什么都捉不紧了。还好值得庆幸的是有陪我一起去回忆的人。耶，例如木马，你那时未出世。九龙都应该儿童游乐场啊。哦，不喜欢又一次结束回忆的时候啊，但是我喜欢它的质感、它的重量，还有它带给我所有关于回忆的时光。关于爸爸妈妈之间的事，关于我们之间的事，我记得的，他们记得的，他们都会亲口告诉我。合上眼，我仿佛就可以看到妈妈和我在倾谈的画面，她拿着相望住我的眼神。还有爸爸用他老花的眼睛看着相簿，你一言我一语的拼凑，一切亦都没有随着时间而被遗忘，而我们亦都总是带着笑容去提起这些情景的。每一次打开相簿，关于我们的感情和回忆总是有所更新。
永远都好像第一次看这本相簿一样，就好像一本每一次看结局都不一样的故事书一样。你叫我怎样不对他有爱有恨呢？做咩啊你？你喺度同边个讲嘢？都冇讲嘢，自己一个人。我惊我思过失调咋？哎呀，得啦得啦得啦，电视里边。今晚食乜餸先？哎呀，番茄蛋牛肉炒菜心啊，啱唔啱食啊？蒸鱼又话唔食，炒菜啱食啱食啱食，哎，乜都啱食啊！打俾爸爸家姐睇下佢哋几时翻嚟啦。嗯，我谂佢哋好快翻噶啦，都咁晚啦。都唔知系唔系啊？其实相片都只系余嚟。吊起在脑里面游来游去的回忆，我们谈的是从前，但是更重要的却是在谈从前的我们，还有属于我们的现在。